号的过瘾了，就是。哟，和我刚才那个呼一声。这么多，我得去拿个盘子。我刚才跟姥姥姥爷已经吃过饭了，但是呢爸爸妈妈却没有吃饭，所以呢我就陪爸爸妈妈吃点水果。我先来洗点水果吧。这上面有很多黑黑的东西，我们待会儿还得洗一下。咱先怎么办？饿了，我以为之前不吃呢，然后出去但回来之前吃了。我出去之前明明分跟志贤确认过，他说不饿，现在不饿。那是刚才。今天呢，整点麻辣烫吃啊。今早不是整了这种牛筋面吗？嗯。我出开啊。有小伙伴说想看咱们吃麻辣烫了。咱俩整一个一起吃呗。一个够吃吗？够了，面条多，蔬菜也多，肉也多。妈妈，来，我给你尝一个。啊，爹，我要配加料的。好吃吗？嗯，这样放满足。妈妈，刚才那个是大的，我刚才洗的都是小的。咋的？嗯。煮5分钟左右就够了。麻辣烫得有牛肉卷。小汤圆圆多少？你干啥进来的呀？这边好了吗？这个我会用的，我要用的，放到这里。好嘞，辛苦了。我去把衣服换成睡衣啊。啊，去吧。呀，哈基巴，哈基巴，哈基巴，啊！新技能。汤公公，别闹了，你再挣扎也没用。哎呀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，就是咬不到，就是咬不到。不要欺人太甚。哎呀，就是咬不到。来来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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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心里想，等我好了你试试。等你好了，我就不这么玩了。就是气死你，就是气死你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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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死了。现在活泼了很多了。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昨天还蔫着呢。今天你看看，挺活泼呀，啊，挺活泼呀。哎哎哎哎哎。哎，他知道跟他玩呢，他不亮爪子，不亮指甲，对吧？对。他要感到危险的话，他会亮指甲。出来了。嗯。这什么呀？这是什么 pose 啊？这是。嗯。不行，拿不掉，你别试了，拿不掉，啊，拿不掉。哎妈，下锅了！那你以为呢？这巧，自己过来啊！哪有空等你啊？哎呦我天！先加粉料包。啊，汤料包。啊，蔬菜有啥？土豆、干蔬。有这个，我就今天就吃这个。这个需要先煮15分钟，煎了三种颜色。今天咱就吃这个牛筋面啊，加牛肉、蔬菜，哦，太低了，太阳，好健康啊。麻油，反正有的都放吧。辣椒油、麻酱、
哇，냄새좋다야아开饭喽！今天吃麻辣烫。牛筋面。又麻又辣，过瘾哦！没我没我。麻麻辣辣的，好吃的。朋友们，尝一口。真的蛮香，你别吸啊，别呛的。妈，刚才我跟姥姥姥爷吃的时候，我就吃了这么一大碗。可是买了的。哇，好吃的！好久没吃麻辣烫了。但是汤也挺好喝的。나도여기내가요아프다나도여기好久了。我也是。妈妈，你停这儿，爸爸停这儿，我也停这儿。我这都一个月多了。旁边有土豆啊。挺辣挺辣的，过瘾啊，就是我以为它看颜色不是那么红嘛，我以为不会那么辣呢，哇，小看它了。哟，爸爸刚才那个呼一声好像有芝麻。芝麻一色，芝麻酱。我去拿个勺子啊，得喝点汤。尝尝这汤啊，哇，汤蛮实在啊，这汤不错呀，来点汤，就是辣点啊，麻点儿，它自带的那个三丝面啊，应该会更好吃。贼了鬼，赶紧吃进的。草莓都是一大把一大把拿的，都快吃完了。对吗？把你蘑菇。拜见到。把蘑菇。把你蘑菇。麻麻辣辣的，哎呀呀，麻辣烫。七分一可以喝那个色，还挺多的，真的量不少，面条那种辣眼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点关注三连哦耶！好了，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